从小学习古典音乐长大，对音乐有一种莫名的热情。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去法国读书，发现外国人的生命中充满着文化与艺术，把听音乐会当成是一种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但是回国以后，看见许多学历虽然高，家世背景固然好的人，在物质的部分不虞匮乏，但是心灵是空虚的，因此延伸出许多社会的乱象。我常常想，身为一个音乐人，能够对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？也试着做些努力，但是感觉成效短暂而且有限。直到我遇见了赞颂。光明在顶。